这好事儿啊！没有，这大吊车啊！给人扛，这扛不动啊！往那边，没事干吗？看看家这房子，都漂亮啊！好看，我要住一个啊！没问题，都是你的。真能干呐！不敢拿铁的，拿木头的。对，拿木头的行，铁的不行，铁扫电。慢点，慢点。今晚我能种吗？能啊。哎，我们就负责拉装卸，跟我们有关系的东西。对，你们就负责运，他就负责雕的。所以说就专业上了，是不是啊？不是专业上的，那你们你都干不了，那等着啊！哎呀，我要退后20年，我都不用踢你的梯子，我夸夸就上去了。你说几啊？啊，说几啊？我38，我47，我50。不是你让他不说，就是像司机说的，与你们没关系。那你还不能下来呢？我让房子上不干，那他房子不让不下来怎么整？你说完之后，这他都干着摆摆吗？啊，说完了，然后他就下来了。我试过，从他妈的沿上过掉了，给他妈沿上没他妈挺废的。你挂个鞋吧，大勇。说好了。你换个鞋，你换个鞋。你说一遍。等会儿，他换个鞋，别穿破鞋。鞋吧，你看这鞋。对，穿破了干飞机。干飞机。飞哥，小飞棍来了，哎，看在后面。被抓了，他还行，他做不灵巧，他挺专业呀。我也不专业，我一没儿子呢，我讲专业吗？没有钱，我也不专业。都是为了碎银几两啊！干啥呀？走，我把铲车开过来，然后把那个那个呢？这个我把车往后放点呗。行，能过去吗？快把报的给他扔了！哎呦，别扔那么近吧！到过来，我们王庆和王鹏华大哥啊，华大哥在你那边，都王庆的吗？对，这一唠，他他妈一个团队好几十人，这里我叫六媳妇儿给我打包，他老闲了。下午没啥事就停上场地，您那现在是打不行。大哥，你直接上车，房子起来你就往后倒啊！他得唠一唠，唠车只要起来你就往后倒啊！行，到。OK， 这先这么放吧。行，就晚上你就有房间了，你这咱都干脆的，对不对？哪个媳妇的小房子？
真不错呀。说月里之前能吃能住，咱就月里之前。虽然说还没完善啊，但是基本的能搞定了。里面到时候咱们还得加空调，加那个烧烤炉子，加热水器，反正是什么分裂点咱都能整一块儿去。那可行了，对吧？ 这可老有感觉了，这一醒了小湖面。为啥说欢迎咱家那老铁来呢？因为咱家这在长白山方便呢，你甭管是下高铁还是下高速，这就是在跟前儿，下来那就是那咱这，对不对？对呀。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在家闲着没啥事儿的，还喜欢这个摄影的，还喜欢这种自然那种的题材的，来找我，咱们一块儿那个拍那拍摄那拍摄。前两天有那个一个好的事儿找我，说是到时候大家都懂那个那旅拍吧。旅拍这玩意儿都懂不懂？什么延吉那民族村什么到，这个肯定是个好事啊。哎、那第一个先给我拍吧。行啊，咱媳妇带你看看这景怎么样？我看看怎么样。榻榻米带地热，带那个什么什么，带那个榻榻米那也能加热，到时候那空调冬天那也能住，那一点那都不冷。开门啊！啪！钥匙呢？怎么回事？钥匙，我去钥匙。哎呀，快点！